大家好，南京。大家好，我是暖暖。今天呢？今天。你怎么那么淡定？今天。暖暖的 IG， 你的 IG 突破了多少？10000。你一个一个按的。没有啊，我是公开的。暖暖说的单位公开好了。我们暖暖的 IG 已经10000追踪了，所以呢，我们打算办一个企划。Q&A 企划。所以我们要募集问题啊。他在哪里问啊？在你那边吗？在。在我这边。问你的 Q&A 这样子。YouTube 跟 IG 下面留言哪一边 ？IG 吗？我那边的 IG， 拖一个照片，然后下面选留言回答这样。好，我们就收集一周的问题，在我的 IG 会拖一个贴文，你们在下面留言，暖暖就会自己挑，他会自己挑问题回答，那我再问他，他会回答大家。如果有一个没回答就会处罚。哦。你如果回答不出来就脱一件。那一天穿50件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！不然 IG 会继续拖绯闻。好，我们 IG 见，拜拜。